Hello， 大家好，我是磊哥。我们今天来玩一款火影忍者游戏啊，叫做什么火影忍者什么大师来的，忍者大师啊。然后这个也是手游啊，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区别。它这个是竖屏玩的，卡片游戏啊，就是个卡片游戏。它悟空水门是这样啊，不愧是四代火影，不过九尾之大是我的难之物。这是横屏玩的，怪怪的。修道丁是九尾，哎，这怎么有点像，究极风暴三的那个剧情哈？请为我争取花动冷兽之间，将九尾赶到村外。奈然九怒九横，这怎么打？我都没碰他们，他是自己打的。飛来神の術。这剧情确实有点像《究极风暴三》啊。几位下面角色冒险的吸引。直接写冒险的伟哥，哎，怎么是这个伟 ？OK， 擦，出现个伟哥就挥法制服，你个坑货啊！No， 随机吧，中心的日子，热情的添加。自信的理财，哎，自信的啊，要自信的菜吧啊，自信的菜啊，是这样的啊，自信的菜。木叶散了，别跑，鸣人，快跟我回去向三代大人道歉。哎，这又不是，这就重新开始了啊。小鸣人这个剧情呢，我们就先不管了，我们先看一下啊。副本直接就开始第一场战斗，请点这里挑战卡片游戏，什么都不要操作了，直接他自己打。宇宙巻き、ナルト連弾。是啊，这跟火影 OL 会不会有点像啊？这个什么鬼？抽取奖励，请你宝箱留储田了啊！这么快就有力量储田了，不是应该是佐助啊什么的，佐助春眼鹰比上是吧？这怎么有点像疾风传呢？鸣人君，伊鲁卡老师，我这么优秀的学生，干嘛要和佐助一组？佐助可是全校第一，你是倒数第一。为了平衡实力才那么决定。跳车尾啊，混蛋！又有副本了是吧？怎么还是这个？啊，就这个，这怎么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奇迹暖暖一样，这样子的一关一关过。这完全自动啊，这感觉没什么感觉了啊。渦巻き、ナルト連弾。但如果要点的话，又感觉很无聊；因为要是自动打的话，也觉得蛮无聊的。按照他点的啊，他要我们怎么点，我们就怎么点。哎，这也有分高级招募啊！紫色轮子，来一个。哎，春眼鹰，你知道吗？太好了，是小鹰。我能坐你旁边吗？行，我在这里。这么喜欢春野樱，但是他不喜欢你啊。300金币，这又是要花金币的啊。又可以添加一个。自分のこと今度は私のお知らせ。这个打谁？打木叶王，打这个小屁孩。
没有那个手游那么精彩嘛。手游最起码对打起来还是比较刺激的。ナルト連弾、守護八景64章。这个竖屏的话，感觉有点怪怪的。没什么战斗力，没有什么精彩画面啊。来，我们有点返回。啊，首页。忍者，什么意思？升级，自动添加。哦，这个碎片是拿来升级的呀。感觉变强了。又要去刷副本。精英老师。这背景音乐还是有和火影有关啊。渦巻き、ナルト連弾、守護八景64章。都打群体的。五级了。都群体。第四位要九级。这是什么？这是活跃度是吧？还是什么鬼？又要我们点首页。忍者。然后又要加强啊，觉醒还在觉醒，觉醒有什么鬼用？猪猪来和我一分胜负，你看你果然是个笨蛋，你肯定怕我。这是新的冷剧，快上岸了，什么玩意儿？那么多东西要搞，太麻烦了。告诉我还要点哪里？强化武器也要强化。好麻烦的游戏。将来の夢って言われてもな。啊，趣味はいろいろ。那原因是不是？ナルト連弾、守護八景、64章。就一个画面在这打啊，对啊，打啊，对啊，打。怎么我换了多少铜币啊？修行心得啊，通关。第一关，第一章就这么简单啊。第二章，七人任务。啊，这游戏好多都类似啊，都是打两下可以邀请好友啊。三代火影竟然是让我放飞你们，七级任务去保护一个人，卡卡西，然后带动你了。邀请助战啊！来劈！我们没切，直接一条直线两个。渦巻き、ナルト連弾、守護八景、64章。偷袭者。这个都是拿来升级的吧？然后呢？要我点哪里？现在没提醒我点啊，要自己打、啊。邀请飞段助阵。这也是火影的手游游戏吗？不是叫做什么大师是吧？忍者大师。卡片游戏一个，火影好多游戏啊，这个宝箱哎，通关袭击者二可领取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通关了就可以领了。知道你。是怎么躲避啊？渦巻き、ナルト連弾、守護八景、64章。不是有些骗吗？骗我！那几级才七级啊？
这宝箱可以领取了。静音，那我可以去召唤静音了吧？初遇在不斩，打呀在不斩那呀？邀请日波止血之战。哎，在不斩在哪里？告诉我在不斩在何处？渦巻き、ナルトレンダー発見64章白号の術全体、全体全体带上春野研究的好运啊全体全体全体浪漫的咦，这什么培养单是什么鬼就过了哎呀，我们看这边吧这怎么还有红点点、啊、这个要怎么拿拿到18星即可领取啊这个是每一关过的这就比如说5、1、2、3、4、5、4关32如果是5关3、5、15星18星就还有两关啊这个意思吧我们等一下打我们看看这个阵容降临令自分の言葉は曲げねえそれが俺の人道有什么穿上去啊羁绊是什么鬼羁縛羁縛まっすぐ自分格好悪いところは穿戴見せられないもの普通招募啊，童子铁是什么鬼？不是说免费招三次吗？我操，还有时间限制的。我们继续过吧，把这张过掉吧。ひらめかれ！这后面肯定应该也是要把这些小忍者的全部换掉的，换成那些会是比较好的忍者呀。老是翻到一个牌，又有静音，打白啊，这个是打白。应该能打得过吧就长得这样这个有点像手游都有演那个一技能召唤出来的这个怪物啊这个面具拿是什么玩意儿渦巻きナルトレンダー発見64章白号の術群体加血哇群体爆炸这个卡片游戏倒是太简单了电脑是吧？手机也是，也小一点，才100多兆吧，1200兆。那个手游的话，500多兆吧。你丫的又给我翻一个啊！这个鬼，修行星的又通关啊！哎，不是说有拿18颗星啊？这已经自动给我领了。这个人吗？波之国二，打着小喽啰，角都，随便都能邀请个鬼来，随便邀请个忍者来就助战了。不懂，马起来！至于怎么升级还不懂。渦巻き、ナルト連弾。还是同志，再打一个，麦克凯。
アサクジャク。复活小麦特凯好猛。怎么他们就能抓到这个麦特凯？ウズマキ、ナルトレンダー。発見六十四章。略号の術。就这么一直过啊，没有别的东西啦、这个礼包啊，威灵，我是威灵嘛。哎，充值有什么鬼？50元月卡，立即获得500的努力，连续每30天每天领取200元币。这不是跟那个手游一样的嘛，首次充60额外送，还有喝25的，这加起来就300人民币啊！每天300人民币，300人民币买什么鬼呀、啊？忍者枪木，高级枪木，这也是要等好久，两天，10连抽得12级高级枪木。可招募蓝子城，28级才能搞精英。这个狐狸有什么鬼啊？我是新人，每日签到啊，这什么刷新令是什么玩意？什么意思？豪华签到，豪华签到就是 VIP 啊，真坑啊 ！VIP 礼包，这个零级也可以领啊，每周礼包，不贵啊，VIP 可以抽。那好多和那个手游类似啊，很多东西都差不多，也就是打斗画面不一样啊，剧情任务那个什么种类不一样，打法不一样而已，是吧？我感觉这个没有手游那个好玩一点，这也算是手游，但是对打的那种啊好玩一点。这个太简单了。对打起来比较刺激一点，这个就看卡片啊，而且感觉也很卡的样子。不常问我，挑战15级开放。10级才开放的，够了吧？你再打几把副本吧，感觉这游戏也就这样子玩，没什么区别了。自动杀进太少，我操，这么猛，一个大就全部解决了，那还有我们这些忍者干什么？快去派上新忍者，关键我要有新忍者呀。波风水门都可以擅长助阵啊，波风水门来个大直接把他们搞死，渦巻きナルト連弾。这打这个谁啊，卡多之子小南都来了，
这么多人。神の使者の術。他只是打一排的，不是打一群的。神の使者の術。次一次。ナルト連弾発見64章。薬号の術。完全靠那个招队友啊，助攻的，要不然根本打不上来。日向九天，我操，要40个碎片，这不跟手游的那个一样的碎片，是哪收集那么多碎片？卡门，可以邀请不同的忍者来帮忙。芝麻库天生，哇，一剑就挂了，挂掉一大半。渦巻きナルト連弾発見64章。薬号の術。ほっ。うわ。好猛！看来已经结束了，卡亚西。我想再看看那个家伙那边。好的，这么快就结束了这个任务。这么快，连个剧情画面都没有啊！还有困难模式，60级才能开放啊！精英呢？精英28级，我现在9级。中忍考试。だから嫌なんだよ、こいつと一緒にいるのは。好疼！现在是打勘九郎，还有手机，虐死他们。芝麻库天生。渦巻きナルト連弾守護八剣64章。薬号の術。这忍者在哪里招啊？都没有新忍者，佐助应该也要来吧？案外脆いんだな、男のくせしやがって。日村团战，这手游怎么推出啊？这里面都飞出来了。嗯、渦巻き、ナルト連弾発見64章。薬号の術。好伊佐那美。俺もいつか誰もに必要とされる存在になる。手游的迪达拉可是很猛的。起爆粘土。哇、哦，这个也不错啊，一个炸，直接炸这么多。渦巻きナルト連弾発見64章。薬号の術。直接挂了，这个太简单了，这个。打他们不去。元妖怪の術。渦巻きナルト連弾発見64章。薬号の術。他这打的好像忍者不会自动升级啊，要你自己去升级才行啊，这有点坑啊，是什么意思？每次只能领一次吧，是吧？那我们打完了是不是就不能再领了？
诶，那我刚才那几关都没理，我这个都没理，对吧？我这个都没理。怪不得有红点啊，提示我领，好像不知道领，我还以为这个会自动领。没有的，这是不是可以每天来刷一下？不知道啊。过关一下，照样可以领忍者币嘛。まっすぐ、自分の言葉は曲げねえ。それが俺の忍道。この老強化他やろ。格好悪いところは見せられないもの。变身术。这什么鬼啊？格好悪いところは。今度は私の後ろ姿をしっかり見ててください。今度は私の後ろ姿をしっかり見ててください。まっすぐ自分の言葉は曲げねえ。それが俺の忍道。慢慢搞吧。虎豹拳。まっすぐ自分の言葉を曲げね。这里有白啊。それが俺の忍道。这里啊，强化大师升级，哇，这么多！用白去打一把看一下日常任务。反正每天都可以领人币啊，在线里包，这还在线里包，这不跟手游一样？七日狂欢是什么鬼？三剑，我操，这玩意儿还要靠买碎片，没那么多金币啊，忍者币啊，组织通灵咒啊，这怎么还这么多鬼啊？这什么玩意儿？在干嘛？自动增加，我们要把它分解掉啊！分解形式忍者科，返还大量能力，就是把它给肢解了。开服基金，它好坑啊！高材猫，靠！还要等一段时间，你不一口气让我招完？啊，我们去打一下副本。
那个白打副本的话，应该会好打一点吧。音妖怪の術。白怎么没怎么用？お前に天才だと言われたからだ。七七都可以来助战。シャッチの総援。五会打一个啊。渦巻きナルト連弾守護八家六十四章薬号の術好了，我们今天就玩到这吧，谢谢大家欣赏，欢迎大家跟我的视频点击点个赞，明天再看啊。